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波多客家本广播电台波多论坛白日的主持人张美若，欢迎大家研究庆祝电台28周年的平安报，支持公益性的波多客家广播电台，本客语继续在台湾甚至全球发声。FM93.7 波多客家广播电台24小时放送，做得透过苗路，就是手机来收听哦。